我在四大美人这场音乐会里面呢，担当的是用琵琶来诠释美人中的王昭君的故事。那这首曲子呢，是由上海的著名的作曲家顾冠仁先生来作曲的，他是用叙述的手法来讲述了昭君的一生。一共分三个乐章，第一个乐章呢是湘西情深，然后呢这个乐章就是表现了昭君在少女时代，天真浪漫的少女时代，在家乡里无忧无虑的生活，然后家乡的美景，还有亲人们的那种温暖的那种生活。然后呢第二个乐章呢是深宫幽思，那这个乐章呢就讲述了她入宫以后。在宫中思念亲人，而且很多忧愁无法排解，很寂寞的一个感觉。然后第三个乐章呢，就是《出塞和帆》，讲述了他主动要求出塞和亲呢，之后呢，在路上的队伍浩浩荡荡的那个队伍在行走的，因为昭君呢跟琵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我们所见的所有关于昭君的。图片呐、还有故事啊，都有讲述他跟他善于演奏琵琶，然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在演奏琵琶的时候，天上的落雁听到了都忘了飞行，然后就掉下来的一个故事，所以这样他就有了落雁的美称。我通过演奏这个曲子呢，我会从内心多体会它的一个感觉。我希望就是每一个乐章能表现出不同的感觉。从它第一个乐章是无忧无虑的少女，到第二乐章是，在深宫里面没有人倾诉、没有亲人离开家乡的那种非常，郁闷的一个苦楚的一个感觉。到最后就是为了。深明大义，为了两国的友好，然后去到离开家乡这么远的一个塞外去，然后天寒地冻的。我觉得昭君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一个女性。那这一点跟琵琶的一个特性也很相似，因为琵琶也是又能文又能武，它也是可以非常柔，也可以非常刚强的一个乐器，所以跟昭君也有一些。感觉是很像的。